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财经 ABC 啊！录音嘅时候咧系星期四晚啊，1月8日夜晚大概系11点啦。咁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同埋今日隔篱个啷啷，记得 keep 晒全部咁多段片啊！正所谓有港理台，冇穷人啊！哎呀，今日年初二开年啊，咁我又祝大家啊，一年好过一年啊，年年进步噶嘛！系啊，恭喜发财啊，好过旧屎哦！系、哎、啊，喂，咁我要睇下个市好唔好，好过牛市咯。系啦，咁内地一月就卖数啊，新能源车销量增79%，近80%，好过牛市80%。系啦，咁而咧，唔好理咩车啦，全部车咧就是、按年增长咧48%到，但按月跌22.7%，咁呢个季节性嘅问题啦，应该系咪先？所以通常内地咧一二月咧就夹埋一齐报嘅。免除春节效应啊嘛，好啦，跟住咯噃，主要咧系边啲买我边个买我哋嘅车咧，就系、是、咧、俄罗斯、墨西哥同埋比利时喎、啊。系、哎、啊，今次咧西人制裁俄罗 B 咧，系无端端帮咗我哋好大忙，令到我哋嘅汽车咧系好快地咧跨越咗啊呢个嘅日本，成为咗天下第一嘅汽车出口国啊吓。系啦。咁而新能源车最多人帮衬系咩呢？就系、是、比利时、泰国同英国啦。因为新能源车要有啲钱先得啦，要整叉田装有啲钱，其实所以就嘅 mix 啦。啊，总之就有钱，有啲下生意做啦。咁阿布扎比啊，顶人哋咪醒目咯，系咪先？啲中东嘅吓财富基金个国家财富基金咧，就入股内地嘅万达商管啦。啲錢喺邊度嚟啊？我哋成日都特登係俾你睇下嘅。啲外資咧，啲外資開始唔係幾講英文啊 ，A 君。冇錯冇錯，尤其是咧，我哋成日都講啊，我哋中央咧同埋香島啦，尤其是香島啦嚇，將呢個咧就印尼啊，同埋咧呢個嘅中東咧，成為咗我哋嘅 recognized exchange 咁可以講話啦，一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就便利咗好多啊，第時咧呢個錢流啊、股票啊咁樣嘅交易啊等等嗰啲嘢，咁所以咧係陸續地多嘢玩咗啊。係啦，咁阿布扎比啊趁呢个低位入啦，人哋都醒目㗎啦，大佬。好啦，中证监呢听讲又捉到呢个黑手喎，加强穿透式交易监控，哇，大数据啦，睇嚟係用监察交易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啦。但呢个我都觉得係啱嘅，因为呢做空呢其实好多市民甚至乎啲退休金啊啲公积金啊都系喺呢又在股市入面你走去做空呢摆到明呢是跟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啦其实是。咁我哋呢上一集都讲过啦咁老美之所以咁样咁点呢就因为华尔街嗰啲要做庄家个法例规定是庄家制嘅。咁我哋中国特色呢不如就中央做庄家啦指派一啲人嚟就是咁啦。同埋我有个小问题恶意做空啫点啊呢、这个就系恶意做空系点样？咁啊，好明显啊，系一啲啊冇理由做空你都做空噶啦，即系咁咯。又平又抵又派息嗰啲你都做空，即系你解唔通啊！你除咗即系咧，唔系咧呢个 economic reason 啊，简单啲讲句，即系佢可能系啊为咗达到其他 economic 嘅目的去做咯。系啦，即系解唔通啊，其实就咁啦。所以咧就大家要分析清啦，即系如果背后有其他多个。经济有因的目的的话呢咁啊呢一个呢就只是透过做空去达到其他目标。咁但是呢如果是话真系吹下嘢啊咁样同埋合法解释得到去做有研究过啊点解咁做啊咁。甚至乎呢你牵涉到咩呢可能虚报咗啲嘢令到佢可以呢比佢应该得到嘅 leverage 更加大咁样做空。啊，等等等等，总之呢里面牵涉到一啲咧不法因素喺度啊，吓，即系可疑嘅举动咧，总之系咪？系啦，即系你普通人咧，嗰啲又系沽空啊咁样样，合法例容许嘅，梗系得啦。但系我哋讲紧啲恶意咧，佢可能系为咗其他 purpose， 甚至乎咧牵涉到一啲，例如系冇咁大嘅成本，冇咁大嘅成本，但系咧又冇咁大嘅 credit line 又做到、啊，咁嗰啲唔知边度嚟嘅资金咁去做嘢咯。系啦，咁啊华为犀利啦，咁华为咧佢咧就系派红股俾啲员工啦吓，呢、這个任总系咪先？咁佢咧就同阿员工共同呢个富裕系咪？或者共同共患难啦。
咁咧之前就派咗啲送啲股份俾啲员工，跟住今年咧就系有啲盈利可以派股息啦、分红啦，分红770亿人民币喎。黐线，700几亿分红出去。系啦，咁呢个咧，其实咧你要打破资本嘅垄断啊嘛，系咪？之前系老板食晒嘅，系咪？呢啲就唔派俾人噶吓，甚至乎上市公司都唔派俾股东啦，系咪？大把咁嘅人啦，系咪？咁啊，任正非咁样派发，咁平均每人有50几万喎，大佬。哇！内地50几万好过瘾，香岛50几万都过瘾啦，尤其是平均添。但系佢系今啦，次嗱。咧，唔系好似嗱，即系对上嗰次咧，连扫地阿婶咧都分到唔知几多钱嗰啲咧，就系、是、对上PCCW 嗰单嗱，A 君谂起嘅就呢单啦。但系咧，你啦，嗰一单系阿李泽楷咧，佢靠佢嘅财技收购合并，往后系冇 operation 嘅。呢一单最大嘅分别系咩咧？除咗个金额即系牵涉人数更加多之外咧，系因为佢做咗业绩翻嚟赚到钱，佢系靠 operation，而唔系靠一单收购合并踢高完就散货散埋俾自己。所以先至连咧阿禅都派咁多，呢一单系做咗嘢卖到钱翻嚟，人人有份啊，好唔同噶，既 sustainable 同埋咧唔系靠喺街度困咗人嘅钱再借派俾员工个名派埋落自己袋嗰只，唔系咁做啊。系啦，所以呢个咧应该系新常态啦。搵得多钱啊，就唔系话炒股票呢、这个内地其实个逻辑系咁样嘅。同埋佢应咁该系呢 rework 个翻咧做实业嗰啲人。系啦，做实业嗰啲人唔好成日黑尾油，因为点解咧？因为之前做实业你系攞嚟出口咧，因为出口咧你就跟翻老美嗰套逻辑，就系华尔街赚钱，其他人都食蕉啦，系咪先？如果冇你错食得冇太错。大份咧，咁啊吓。就係話依家啲人冇得食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內地要講呢個傾向係咁嘅形態啊，其實咁冇大错。家都唔使話好集中讀金融啊嗰啲咁嘅嘢啦，其實內地嘅社會係唔同嘅嚇。系啦，又系嗰句啦。当年呢个嘅Microsoft 好红嘅时候，啲人问Bill Gates 最大嘅 competitor 系边个？Bill Gates 嘅答案系咩咧？高敏。哦，嚇，竟然係咁樣咩？系 啊，嗰啲个记者，你哋唔同行业喎，点解 competitor？跟住Bill Gates 话，科技股最大嘅资产系人才。跟我发现啲毕业生最叻嗰啲系走咗去高敏度谂点炒嘢，而唔系谂住去写程式。炒嘢唔使识咁多嘢嘅，系咁嘥。咁但系老美嗰啲炒嘢系屈机炒嘢，佢哋唔系谂点样靠自己个脑去炒嘢，系靠点样样喺程式上快你一步，甚至乎睇你买乜去所屈以咪你唔使机识啊咁嘛。多，唔使识咁多嘢嘅，Exactly，咁咪变所以咗嘥咗你个脑，唉，真系啦。我哋咧，系。好啦，你做程式嘅做翻程式，唔好无端端走去炒嘢，系啦。好啦。跟住咯，跟住中心上海建生产线啦，即系要扩大个厂系点啊？要量产华为芯片嘅喎。系啊，好去啦，到咧下年量产5纳米添啊，唔系好今啦，年啊，sorry。鬼芯片啦。咁咧，不过咧就系用翻啲荷兰最后一水嘅光刻机啊，同埋老美嗰啲嚟整嘅。咁啊吓，呢啲输转之后咧吓。呢個5纳米冲刺咗之后咧，就唔知会唔会再系点啊？自己整啲再新啲嘅光刻科技，甚至乎用呢个硅晶片，可能用呢个咩石墨晶片啊，或者用呢个钻石晶片都听过。冇错冇错，咁啊呢两个做法咧，头先所提啦，石墨晶片啊，呢个钻石晶片啊，有机会系另外一个咧中央嘅弯道超车啊。简单啲讲句，做个类比，就系我哋嘅电池车点样样咧突破咗呢啲传统石油车啊，咁啊嗰啲嘅做法啦吓，汽油车嘅做法啦吓。系嘛？你而家超呢单嘢，你而家又讲咩啊？咁啊，梗系踢波啦！主办方无视公众期望，影响港形象，呢个佢讲得啱嘅。成件事影响港形象系个主要嘅动机，就冇系、是、错，你唔使讲噶啦。当然咧，就系、是、有啲人啊，就系、是、闹主办方啦，亦都不能够否认，唔少人会闹政府噶嘛，一定系咪先？呢、这个冇办法避免噶啦，嗱。咁咧，呢个咧其实系影响呢个公众对呢个管治嘅信心啦。咁你今年有咩事？你今年啊23条又立法啊嘛，咁啊又要金融战啊，港股有一扑音落噶嘛。喺咁大压力之下咧，你咁你呢个踢个波仔咁嘅短就露出你嗰、那个吓咁嘅短板咁啊要带领香港啊打赢呢个金融战，系咪咁讲先？
即系吓，咁啊，即系令到啲民众嘅信心就堪关。冇错，即冇错。对手嘅目的其实就系咁样啊！你估唔估啊？其实咁呢单嘢要打 pat pat，即系冇理由呢个今年嘅风头火势，你请支美国球队嚟表演啊！即系啱爆头，冇可能咁样做啊！阴公，我觉得。呀，嗱呢单嘢咧所爆出嚟咧嘅猫腻就越嚟越多啊，包括咗咧，哇，原来球队入边咧就同啊呢个 FCC 有关啊，咁啊亦都咧发现啊整嗰间嘢咧就冇乜点啊做过啊啲球队活动啊，净系做下啲时尚产品啊咁样样，咁啊唔知点解咧就批咗过去嘅，兼且咧揾佢做咁多嘢又唔系咁大咧嘅运动嘅项目嘅经验，哎呀，而更加离谱嘅系朱允熊啊竟然话俾我听。哎呀，我俾咗佢之后，我冇睇嗰张 contract 啦。哇，咁大单嘢冇睇个 contract。咁未必个局长要睇嘅，但系佢留下咗几个 A.O. 咧，原来我谂始终都要睇完之后 report 翻啦。系咁点会知道啫？因为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其实正常嘅，可能系正常嘅合约，但系咧个问题系咧，咁你系冇心，咁你唔会写到咁绝噶嘛？人哋就有心啊！我想讲啊，即系人就哋就咁做啲好样样，离谱嘅嘢。嗱，其实咧，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师君。啊！点解咧？就呢、这个嘅内地咧，就请过咧阿 C 朗上去深圳嗰度，咁咧又系咧受伤啊，阿 C 朗，但系 C 朗咧系出嚟咧向公众道歉，边兼且咧仲定埋下一场波几时再嚟踢过，最重要嘅系咩啊？回分啊！不单止门票 refund 啊，连咧酒店啊等等等等，总之嚟睇波 related 嗰啲咧 refund 埋啊！嗱，老实讲，运动员周身伤大家知啦，因为伤落唔到场，情有可原啦。但系如果真系因为伤而落唔到场，咁你就一定要俾翻一场我啦。嗱，A 君咧都试过咧，就唔系睇波，就睇演唱会。阿学友演唱会啦，大家都记得佢试过一次咧，伤风感冒就系我睇嗰场啦。结果系点咧？Totally 可以 refund 翻，中意嘅话攞钱又得，攞飞又得，应承咗所有人几时再开嗰一场。真系咧嗰一场咧 A 君系露天睇，原本喺红馆睇，几好 feel 啊！真系嗱，所以咧其实正路嚟讲咧，所整嘅合约啦，嗱我真系买张飞嗱呢啫，个我边有睇合约啊？但系你话系，整嗰啲合约咧，真系要有呢啲嘢去但需防人系咧不就淫。咁，我想问你咁样，呢个内地嘅 C 朗咁样又赔款啦，又可以重赛咧，系因为个合约写咗，定系因为 C 朗佢本身合作咧？即系佢想嗱就维咁样持样。翻同呢个国内嘅 fans 嘅关系咁样合作咧，系因为呢个所以呢，自愿我配合就咧。未曾睇两个合约，但系一样嘢要需防人不仁啊！嗱，呢个就系我讲嘅问题啦。即系你可能耶，将合约两个都冇分别嘅，我想讲系，只不嗯，过系阿 C 朗嗰边啊，佢用正常商业逻辑，或者你睇演唱会嗰场啦，系咪？咁人哋都唔想一次都搞臭自己啊嘛，搵钱大家开开心心啊，娱乐事业话晒都系咪先？冇咁错，但系所以打 pat pat 咪系呢个请支咁嘅球队嚟咯，你明白？呢个个问系题系啊。你估佢唔到佢会咁做，即系我觉得未必单纯真系合约嗰个问题，系人哋冇唔错，射你，根本我特登系玩嘢。呢、这个骨子眼咧，就系、是、有啲咁嘅几嘢咁啊！总之咧，呢、这个中间个个位咧，加埋咧，就变咗系好多猫腻出现。系啦，即系咁，你正常搞嗰个项目系咪？但系人哋就唔系基于呢、这个友好啊、娱乐啊或者交流咁样嘅目的嚟嘅，咁你梗系点都有位走啦。讲真，一定系噶，系咪咁讲先？所以咧呢样嘢侧面反映埋咧，唉，你对西人好，西人搵位入你啊，咁啊变咗咧，无呢、论这个喺就不金嬲融都系上咁啊，噶啦，哎呀，但系香港我，有好多人 naive 啊嘛。但系我想讲系咧，作为呢一个特区嘅领导咧，嗱呢个当时我哋喺呢个节目你又睇过马后炮啊，但系当时12月我见到呢单新闻，我成个弹起，我同你讲，冇可能请支咁嘅球队喺今年嚟呢度啊，所以我个推理系2月系要爆大镬嘅，香港其实，因此嘅推论反而系咁样样。嗱咁，但系我系一个黎民啦，系咪都姑且闻到有呢一个落味啦？12月头嘅时候，呢单新闻一爆出嚟，咁点解嗰啲人会咁样推广呢？即系呢个 A.O. 系咪真系写下文件就可以呢？系咪咁啊？冇眼睇啦，就系咁啦。嗱就好咁啦。，A.O. 系咪写下文件系可以咧？我就唔知。不过咧呢、这个 case 咧，话俾我听，你冇写好文件添啊。
咁當然係啦，但係個問題呢啲咁嘅立體嘅事項，你冇理由每一個窿喺白紙黑字寫出嚟噶嘛？即係你，即係大家都揾錢啫，或者你香港政府有啲任務係娛樂下啲大眾，係咪？搞下高興下，咁人哋做娛樂事業，你冇理由做啲咁嘅嘢，即係人哋做啲好過分嘅事。冇错冇错，所我以依想家話连啲係可西以人都咁咯，帮佢。係啊，佢做啲好過分，都唔係嚟娛樂嘅，係咪咁講先？咁個問題係，咁你當然可以話咁，你政府插腳唔寫清楚咯。咁你寫到話咩跛啊，死都要踢。咁你調轉頭，咁有邊個會嚟咧？又咁樣講嗱，你即係我又想咁話，总即之係呢件就事好就多位都有猫嚟，真系。係啦，唔係咁簡單啊。但係個問題係，對方有心計算嘅合理性嘅攞嘅機率就比較高啲呢一個冇错冇错。係啦，咁樣咁所以你正常咁樣經營，你都係出事啊，你都係會出事嘅。同埋咧，你要认清楚呢个阵营，唔系讲笑噶啦。今次话俾你听呢个问题啦。咁当然你今年搞23条，就算佢真系阻止唔到你，令到民众对政府冇乜信心，推23条都有啲咿咿呀呀，都系合理嘅预期啊。你应该系咪系作为政府官员合理预期有啲咁嘅事发生咧？应该系咪？冇错，冇错。呢个我就非常之失望咁啊情况。咁啊，系啦，不过呢个咧，我系一个泥马嚟嘅啫吓，但系呢个问题系，系啦，即醒少少啦，唉，真系啊，系。即系醒少少当当，呢个咧就系，即系由于我哋邪派武功，我哋成日将自己，我哋都话将自己代入阿习主席系咪，或者代入去耶伦系咪，或者代入去呢个索罗斯佢谂紧乜嘢，我哋成日都咁做噶嘛，冇错，我冇哋要错。估佢，我哋要估佢嘅谂法先至睇到个点解咁做咧，而下一步点做先至睇得准个屎啱唔啱啊？呢关吓，冇错，即系你正嘅所思谓咧，想。你要系做啦，好人，就系有实力先可以做到好人。你要有实力做到好人，你就要奸过想奸你嗰啲人，系啊，唔系话你谂住做坏事系咪？你要明白佢谂乜嘢先得啊嘛，先至唔会俾人奸到你。系咪啊？系啊，啱啊，呢个问题啦，所以咧，我哋一路讲啦，嗱，你又睇落去就我哋嘅计算点样喺你面前展现啦。金管总局咧系合理满足房地产融资嘅需求嘅，咁啊，补交楼啊，或者起得到嗰啲先至吓起啦，冇买家嗰啲你慢慢批啦，咁解嘅，你都系丢空噶啦，系咪？搞紧起佢就冇用嗰啲啦，系咪？即系咁样去分啦。好啦，咁大摩毫无意外大削内房股目标吓，仲有得削见骨嘅啦，唔好理啦，就再跌多打多3指，咁总之咧，美股就掂啦，大陆股就实 PK 啊，咁今次又合情合理啊，系咪？咁因为你啊楼交楼嘅问题啦，系咪？就算交到啲价钱都唔靓仔啦，再加上啲民众啊冇乜兴趣买啦，系咪？啲环境，因为收入真系会揾食真系会难咗嘅，系咪？呢啲环境系全球性，大家都知嘅啦。因为呢个欧美都加息，咁欧美啲人使少啲钱，你唔好话到佢哋咁大咁劲，系咪先？但系你毕竟客仔少咗一忽都肯定系啦啩，系咪？冇你错，原冇本错。做环球生意少咗忽客仔就一定噶啦，系咪咁讲先？咁所以咧，一定系难艰难过以前，呢个系一定嘅喎，系咪啊？呢关吓，梗系啦。喂，更何况依家欧美嗰度咧，自己咁唔掂咧，缩咗咁多，我哋辛辛苦苦搞咗一带一路啊，先至多咗客仔翻嚟。好似头系啊，先啱分啊，析过咧，就系呢一个嘅新能源车最大嘅客仔啊，就系嗰种嘅新兴市场，包括俄罗斯咁样样，咁样先顶得住。嗱，但系咧，旧年咧就叫做顶得住啦。咁今年咧会唔会有另外一个新兴市场或者个新兴市场嘅经济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去顶住咧？嗱，老实讲，我哋中央咧都因为就成熟市场嘅收缩咧，都已经嗨咗嘢啦。咁其他新兴市场会唔会嗨嘢咧？都有呢个考虑因素喺度啊。会噶，变系咗咧啊，就咁样压落去嘅话咧，或者冇得再踢翻上去啦，始终咧都系另外一个咧嘅有机会再摇埋咧，即系逐个位咧去坐地嘅系，其实弱就系点咯。中央捉紧嘅棋，就系同老美斗长命。即冇系老错，美一睇佢高息挨得几耐，佢要低翻息，咁啲需求就出翻嚟噶啦嘛，系咪？嗱，系就啊，等总紧之佢减边息。个先减就先认衰仔。系啦，跟住中央咧，其实咧就唔使咁怕，点解咧？因为阿习主席佢话咧，佢想咧多啲嘅国家成为咧呢个啊富有嘅国家系真心嘅，冇因为你错，先至会多啲嘅门路做生意啊嘛。系如啊，果唔系你你焗有住，钱先买得起我啲货。系啦，你焗住咧卖亲啲嘢都卖俾老美同埋西人，系嘛？佢又要你卖股份，又要你卖身，系咪先？又要你签呢样签嗰样，咁我哋又真系盏搞，系咪？你不如整搵到整咗几个客仔出嚟啦。
即係佢係真心咁樣諗嘅，其實。冇錯。咁如果長遠合作落去咧，人哋都發現你真心想佢有錢，係咪大家嘅關係會越嚟越好啊？好正常啫，係咪咁講先？你更何況咧，你真係做貿易起家噶嘛？你都要啲客仔有錢㗎，咁你揾到錢，我揾到錢，大家一齊上，係啦。係啊，咁嘅情況咧。咁所以嗱，點解中央唔係咁怕住咧？因為好多嗰啲嗰啲貿易伙伴，佢買電車都要整電裝噶嘛，一系列嘅生意做嘅，確實係都可以做多幾年。即係老美睇下加息捱多幾多年，同埋我哋喺度開發嗰啲咁樣嘅一帶一路沿線同埋呢個金磚國家嗰啲沿途嘅生意生機又可以做幾年，睇下邊個命長咯。咁嘅意思係咪先？係咁解啊？咁安聯貿易咧就話內防危機拖低中國 GDP 增長，咁呢個非常之客觀我哋認為。咁因為你如果買賣樓宇嗰個交易係慢咗落嚟咧，咁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啊，樓咧係買一間用幾百萬啊嘛，係咪？系啦，摆咁呢本個身計落嘅积蓄。係啦，同埋 GDP 計落去係非常之重嘅，即係非常之大嘅貢獻。咁所以如果冇啲樓喐得咁慢，中國都有4.5咧，係非常之勁嘅增長。嗰啲5.幾嘅 percent 增長，GDP 係非常之勁嘅。呢軍反而可以咁諗啊，係啊。冇错，咁啊，亦都多谢啦，头先所讲啦，开拓咗一啲新兴市场嘅出口嘅来源啦吓。以至咧，跟住再帶動翻咧內部嗰個嘅internal consumption 係可以頂得住。咁亦都要多謝阿登神呢嚇，同埋北約搞俄羅斯神助攻，幫我哋快速咁開拓咗市場。呢個真係神助攻啊！呢個世界真係即係好難諗，係咪？諗到竟跟住計算盡對手，竟然咧就會放生另一個對手啦。好啦，咁我哋多次咁樣講啦咁要搞整縮呢個內防唔係話針對有錢人，講過好多次啦。系嗰啲有錢人嘅錢就唔係幾好，係咪先賺得咁啊？呢個官員勾結或者同呢個銀行勾結，係咪咁講先？咁甚至乎咧，內地嘅股市長期都知知，係咪？咁啊，梗係有啲人喺度上下做其嘢手啦，系幫啦。手幫手係沽空下都有係咪咁講先？所以咧，點解唔可以救股樓咧？點解唔可以救股樓咧？個原因啊，絕對唔係冇錢啊！你明啊？成日都有人同我講，中央冇錢，我都唔知嗰啲人好多人冇錢。因為中央要救市，就係用佢內地嘅人民幣，佢印出嚟就得㗎啦，唔會冇冇嘅，错，擔其实保。我都唔明点解啲人话冇钱，印咪有咯？问题就系点解唔想印？係啦，因為呢一刻印呢啲錢係去咗嗰啲利益集團啦、貪官啦、放生呢個許家印，係咪咁講先？同埋咧，佢冇背後错，嘅銀行組織係放生佢哋啲民眾，係冇乜受益嘅。其實相對嚟講，即咁系我所想以讲你话咧，啲友仔谂住政府冇钱咧，系冇谂过政府点样。生钱，以为政府好似我哋咁要翻工揾钱嘅，我係哋咯。打工仔有雇主，所以先至会咁样谂。但系你谂下，如果你本身就系雇主，咁就系第二种谂法噶咯。而今次佢唔系雇主添，佢本身就系系 run 政紧个国府，家，系要谂佢自己发行货币嘅，点会冇钱呢？问题上佢咁样做咗有钱嘅活动，例如佢印咗钱之后，会带嚟啲咩后果？而嗰个后果，佢发现系比印咗银纸更加大镬，而唔想见到嘅。甚至佢今次咧，中央最明显啦。嗱，首先讲老美先啊，老美唔印银纸就系因为佢自己想deleverage 下啦，或者系缩下表咁样样啦，扩张得太犀利啦，咁啊，亦都想收割下人哋。咁佢咪唔印系人啊，纸住咯？至于我哋系中啊，央唔印人纸住，就系因为老美唔印人纸。我哋印人纸嘅话，会令到自己货币贬值啊嘛。同埋仲有内呢、这个走就去对对家外嗰度 finance 佢啊嘛，系顶啦，仲要系。对外又咁样样，对内嘅就系我根本就因为之前系 leverage 得劲，我对内嘅就系要剿平呢班 deleverage 得嚟，令到成个国家金融体系有机会步入风险嘅，我要嚼低佢哋，所以咪唔印人纸咯。系啦，我哋讲得好清楚，我哋多次咁样讲噶啦。好啦，咁啊，俾啲证据你睇下先。首先，招行前行长田惠宇咁啊，涉贪判死缓啦，系咪咁讲先？咁你唔使睇啊，都系衰嗰啲用个人嘅权力乱批贷款又唔认真管理系咪乱 Q 咁派咁啊，又贪图日落又系咩咩营咩结党营私你都估到，唔使睇肯定系做嗰啲嘢噶啦。另外啦，工行资产管理部原总经理又被伤害啦，
系啊，咁啊，长期迷信就拜神啦，系咪先？违反政治纪律啊，长期收受礼物啊、礼金啊，借用管理服务啊、检车辆啊、违规接受宴请啊、周围食品啊、旅游安排啊、享乐奢靡啊、热衷高消费啊、活动啊、健身活动啊、喺组织行踪啊、不如实说明问题啊、欺上瞒下。其实欺上瞒下喺日内地打工咧，去到中层、高层咧。系非常普遍话先啦，我同你讲，系一个普遍嘅习惯，佢哋系做唔到啊，唔够胆同上面讲我打工嘅经验系咁啊，业绩观念不正确啊，疏于管理，哎呀，咁呢个系衰咩咧？呢、这个梗系咧吓，买内房嗰啲吓债券啦，用客户啲钱阴公系咪咁先啊？冇错，冇错。系咁啦，咁交行又有金融科技部原总经理被双开啊，呢啲人咁样。啊！佢自己炒股票唔申报俾公司都够胆死，我真系黐线嘅朋友。黐线嘅。系 啦，转移证据对抗组织审查，即系佢银行觉得佢唔对路啊，已经查佢啊，佢就走去改啲嘢啊，咁样啊，改啲交易记录啊，果然系金咁融嘅科情技况。部啊！系啦，违规插手干预项目采购啊，呢啲呢个金融科技就冇咁大剂吓，但系都系衰噶啦，咁样。咁呢个你见咧，系不停咁整缩紧银行嘅权威关系。系啦，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话，中央要印银纸啊，大把钱啦。问题就佢依家唔系想印银纸嘅时候，佢依家系想清剿之前喺度偷食嗰班人嘅时候啊嘛。系你啦，如果咪印益银鬼纸，咗咪佢。放生佢哋咯。系啦，你讲咗好多次噶啦，已经啊，唔系第一集讲啦，系咪呢啲？好啦，咁啊，美国又系讲嗰句，不寻求中美经济脱钩，建立健康经济关系噶超嘛，咁讲咧。讲咗。好啦，咁但系阿 Trump 就系话啦，嗱，毫无意外地根据呢一个咧，早两个星期我哋一集叫深度好民，基于规则嘅金融秩序，系咪咁讲先？冇错，冇错。咁我哋嘅品牌直接面对到消费者系唔可以接受啊！同你讲下，喺呢个美国嗰个范围入边冇见过呢啲事嘅。咁啊，当然系讲行业嘅领袖啦，你唔系求其做件衫都唔得嘅。咁你想赚得多钱就唔得啦。咁呢个 TikTok 同中国软制零件嘅电动车咧都不能够咧，都要封杀啦啊！有美国同哇！欧封洲杀啊。TikTok 好多人唔妥佢喎，TikTok 咧老味咁多人玩，你估真系话玩咩？有好多人喺度赚紧钱噶。系啦，另外啦，咁另外啦，咁我哋咧以前不嬲都话咧，长期性啊，唱衰中港嘅经济啊，同埋股票噶嘛，系咪咁讲先？系啦。咁你呢个有一个例子俾你啦，咁样证明唔系净系而家呢一年先金融战，你太天真啦，一路都做紧啊！我哋你炒股人，你见到啊，回归完之后几年之后，已经系点炒都炒唔起啊！好啦，仲有咁啊，呢呢、个这个咧，陈佩敏呢，同佢老公啊，佢老公喺边度做呢？唔知啊，乜都唔知坟喎。场新闻啊！唉、哎，我就唔理呢啲嘢，系咪先？呢啲咁样嘅报道我都唔睇啊，因为根本系点啊？对我搵钱冇帮助，我完全同意啊！只有所以我傻呢啲嘅先会。睇佢，但系呢，就系傻嘅啲钱先搵嘛。结果佢两个呢，就一齐呢，唱双簧，系啦。Echo chamber effect 啊，回音效应啊，咁咪令到好多睇唔到事实斋听嘅盲盒全部领晒嘢咯。咁你感受到啊嘛？内地有冇钱？你行上去打个八甲转，你见到啦。你睇哎个呀，啲城市，黄人冇回乡你睇卡噶嘛？你睇深圳顶一个景嗰几栋嘢咩样？你自己睇下，你自己睇下元朗、屯门啊，哎隔篱呀，你何知啲家黄嗰人系位，话俾我听咩啊？你望报下，警嚟噶。你黐线嘅，你自己走上去睇下，你睇下啲民众嗰啲生活着啲衫，啲女仔 TikTok 发得几靓，屋企咩样？你睇下 TikTok 先啦，唔该，屋佢企话几多俾你听尺？假咩装修？噶，咩装修？系咪咁讲先？你啲 YouTube 都有啲美国人自己拍个屋企点样？你自己睇下，当然都有豪宅，系咪咁讲？当然都有炫富嘅。你睇下，你自己望下，唔使你用下个脑，你就知道啊，唔系咁样一回事啦，大佬。好啦，就系咁啦。咁中国证监咧出口托市啊，但系 A 股都照跌，即系话佢流啦。咁呢个都系啱嘅，因为点解咧？你买一次性啊嘛，咁你要维持嘅股价系咪持续性嘅行为先啊？A 君吓。啊，所以咧，如果系出口托市，就梗系唔得啦。问题就今次系真系出口啊，定出钱呢？系定托市啊，定系连个游戏规则咧都会系改埋咧将会改啊！我认为，但系呢个咧，首？Yeah，先咧就系攞晒啲筹码先，冇跟错。住咧就应该要行庄家制，无可避免噶呢、这个其实。嗱，因为譬如中央咧，譬如街道
应该唔作啦吓。譬如1万亿股票，中央都买咗8000亿，但系最后嗰一二千亿咧，都系俾人咁怼落去咧。其实个股价都嗰个市值都变低咗噶。冇错。你系不能够容忍嗰啲九唔搭八嘅人咧，走去无端端将你嗰啲咧微量嘅股票走去咧炒散佢，你明白？咁你系咪要持续望住个对家做咩啊？冇你错，唔能够来来走去买，顶来来走去买都反应太慢。你持续咁啊走去买翻佢，或者系咧对抗翻呢啲不合逻辑嘅操作，咁你咪要做庄咯，系咪啊？我先咁不如行庄家制啦。我建系议啦，就系即系咁啦。平准除非基如果金你系唔会做呢样嘢咧。系啦，咁你既然美国俾咗华尔街做庄家，咁你咪中国你咁咁，你又冇理由俾啲银行做翻庄家啦？又你点系解咁拉咁多人？系咪咯。咁讲先？咁你再搞法，咁搞法咪有第二啲利益集团？你唔好搞啦，你自己整啦，不如 你自己直接做啦。冇系错啦，冇咁你错，咧即系建议啦。如果唔行到呢一步，都仲系唔系好得嘅嗰个嘢。咪同埋咧个平准基金咧落翻阿爷账号，系啊，咁就好啲。咁啊，啲人做嘢咪做嘢咯，系唔系炒起就系佢噶嘛？咁嚟就系咁啦。咁呢个咧，正如我哋嗰个路线图睇过咧，喺中国周边啊搞嚟搞去啦，美日军演啊，就话有报道话日本嘅报章就话列中国为假想敌。咁后尾咧，日本官方就话唔明啊，都搞到你样衰衰咁啊。金管局发布咧，银行可以吸收几多损失嘅调查嘅规定咁样。咁即系咧，啲银行咧要准备面对呢个冲击啦，咁嘅意思啦，咁啊，吸收损失咧，即系 absorb 嗰个 shock 啊，系啦，其实即系咧 loss 用啦，句即说系话可万一以无端端有好多坏账，系咪？食得万一起无几端多啦。系啦，咁啊挨得几多咧？咁啊，习大大啊，系讲呢个事实，系咪？推动经济复苏发展咧，咁你睇晒全世界有边个做得好过中国咧？咁佢又讲紧事实。大落股票就係啊，睇到啲人好似啊笨實咁樣，係咪啊？咁先咁咧冇啦，咁你做到呢一步咧，咁啊受成個華爾街同埋呢個投資界咧，都係話沽中港買印度日本啊，咁啊總大個問題，人哋跟住做就贏喎，係咪咁講先？咁呢個咧斜派武功已經到咗極限鼎盛啦，係咪啊？希君嚇，冇错，冇错，冇错。或者你都咩道理都唔使嗱，所以你分析乜鬼嘢啊，大佬？我都讲咗好多次啦，你分析嗰啲业绩数字、经济冇鬼用，系咁做噶嘛？但系咪？但系佢会咁样发生咧？其实我哋都估到，我哋斜派武功反而估到，系咪证明呢个咧主要嘅市场运作咪行紧斜派武功咯？即系我哋估得中正啱啦，系咪咁解先？我成日都咁讲噶，系咪？记住啊，啲投资报告系佢写俾你睇，系有原因噶。佢想你点做啊嘛，因为计系系啦，咪？嗱呢个咧又要用翻啲师傅搞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点报告免费俾你睇？你估佢想你点做啊？啱啊，系啦，咁样咧，另外咧就系PwC 嘅一个，可能就话啦，其实需要搞多啲城市，咁但系呢个球王美斯咁啊，佢都觉得啊，俾对路啊嘛，你哋搞城市睇路啦，我之前有讲，我仲记得啊。我仲记得2003年嗰阵时都系咁衰，佢走去揾 Rolling Stone，你仲记唔记得？黐线嘅嗰场嘢都唔知黐搞线乜，嗰两个变阿咗伯，Hong Kong Invest。唔系啊，佢系都冇人睇啊，我直头知黐标啊，线，顶嗰你个个咩肺！嘛 Invest Hong Kong 基金变咗做 Hong Kong Invest 基金咯，嗰单嘢咪就系、哎，阿大佬，你哋落地啲，你同埋你做啲嘢，Rolling 唉、哎，Stone。我都唔 Q 字，唉、哎，自己谂你，唉、哎，你我都唔知你咁样自求多福，唉、哎，咁，即系你都唔系做呢啲嘢嘅人啊，你系明咯，即系。白？系。你依家仲揾翻阿芳芳姐同阿宝珠姐出嚟，咁要揾翻佢啲歌迷肯买飞睇咧，就可能系要难揾啲咯，数 目少啲咯。总之就系咁啊，唉，冇眼睇嘅真系。即系你啲城市，你谂啲你做到嘅嘢咧，不如我话循序渐进，唔可以，你唔可以一步到位嘅，做唔到啊，喂，应该有嗰啲城应该。市就 OK 嘅，不过唔知香港人有冇咁嘅品味啦。嗱，总之咧，今年奥运会奥运完咗之后咧，就中央攞金牌嗰啲嘅运动员落下嚟啦，咁啊希望当佢系宝，唔好当佢系咩啦系是但啦吓，我都唔知点做啊。呢件事系难做嘅，讲吓。真嘅系系啊，啊。因为西好人啦。处理枪啊嘛。系啊，咁但系你系咁望住啲西人，咁但系嗰啲 media 全部报道西人嗰啲咁样嘅活动啊嘛，咁你又唔做又唔似呢个城市系咪先？你明唔明啊？呢个死胡同嚟嘅呢个系，咁渣打香港团队，人哋就醒啦，系咪？
你又走去揾呢個美國足球隊，人哋英國嘅銀行喺香港，佢走去亞聯酋揾生意，你頂你班大神，你做乜嘢嚟啊？咩？你咪英國人，佢自己都走喺香港，用香港嘅關係走去亞聯酋做生意，你明？你香港嘅官員就走去請美國，你譬如啊，你請下呢個咩啊咩啊咩白人慕尼黑都得㗎，係咪？你乜硬係要走去請美國足球隊？你咪咁黐線，你哋做緊乜嘢？你明啊？咩？即係你好多嘢可以搞噶嘛，係咪咁啊？你點解你點解人哋都走去中東揾錢啊？你明唔明啊？呢、這個人連啲西人都通過香港關係走去中東揾錢，你又走去唔知走去，唉，冇眼睇，你明唔明？即係講緊呢個落明啊，差，明啊，即係人哋知道走邊條線啊嘛，應該係咪咁講先？唉，冇眼睇啦。嗱，呢單啊非常之重大嘅新聞啦，因為喂。財政部高級代表團訪華咧，咁佢話做咩咧？咁啊，佢話咧對。工業產能過剩嘅關切咁，工業產能過剩唔係通縮咩？係咪咁講先？咁，你通脹咁，你唔好開心，你有咩需要關切呢？嚇？你明唔明啊？咁即系唔系讲呢样嘢咯？咁讲咩啊？咁佢話中國仲要用政府補貼咁啊問題，即係話中國買啲嘢又太平，咁工業產能過剩買啲嘢仲平，咁美國人就好關切啦。咁關切緊咩啊？咁關切咁如果係咁用多啲中國產品，咪冇晒通脹咯？系咁嘅咯，邏輯即係係咪先？喂，更何况我哋个产能过剩系你造成嘅，我哋个 procurement 嘅方法造成噶嘛？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嗱，你个 procurement manager 话唔可以用死一间公司嘛？咁啊，头两年用咗 A 公司，跟住扩充咗产能之后，你揾 B 公司搞到个 A 公司喺扩充完产能之后冇订单就接轨咗，跟住 B 公司咧为咗要攞订单又要压低个价。喂，其实系你个 procurement 令到我哋产能过剩，兼且系啲价格越嚟越平嘅。系啦，咁啊，系佢控制通胀嘅手段啦，就高明啦。你当系佢啦，你当系俾 credit 佢，系佢做噶啦。佢真系访华做乜 Q 咧咁？系嗱，咯，所以唔系讲呢样嘅，讲咩呢啊？本台认为咧，咁梗系叫你买美债啦，财政部口咁明。系啦，因为咧，你啱啱睇翻咧，第一呢、這个美国嘅商业贷款已经出事啦，开始。第二件事咧。咁美債又去翻到4.1几啦，咁當然佢哋班死衰仔係咪都話我哋幫佢過到2、3年，佢一轉頭一月就走嚟狂揼呢個中港股市啦，係咪？咁啊，咁又我同我啲基金經理朋友講，喂唔關事啊，呢個係 popular 嘅 trade，但我話 popular 嘅 trade 你都係睇嗰啲 Wall Street 嗰啲人嗰啲策略咧，咁同老美叫你做乜分別啫，係咪？咁就係咁啦，咁啊嚇，我本人認為係買美債嘅個判斷係呢一個，所以可咁啊。能咧，依家就会嗰个嘅债息咧，又会怼翻上去少少。点解啊？你啱要我啊，买咁美佢冇债乜，唔系唔得，你平俾我咯。我都唔单止系咁要交易啊，要交易啲啊，冇要交错，易啲嘢啦。系啦。咁你上次咧平咗俾我，跟住我买咗，点知你过我一栋。今次我唔净止你要钱啊，我要你做翻其他嘢。仲有上次我买完之后，你慢慢兑现，结果唔兑现。今次你兑现咗先啊。有机会啊，嗱，睇下唔知倾到咩啦，咁咧就系讲到嚟呢度嘞噃，今日。就系嗰句心噏啊！深一下咧，就係老美啊，我應該係 coming 呢個星期報完咁上下咧，就係耶倫醫生親自率團啊，又係咪啊？咁當然係叫你買美債啦。仲有咩好講？佢講啲理由都唔係理由嘅，見唔到差唔多。俾佢讲嗰啲就系话你唔买美债，我制裁你咯。我话你系呢个倾销咯，咁啫嘛，潜即台係词讲咗咯。佢對內部講，我走去揼呢個。中國咁其實實際佢就係要拉中國買債啦，肯定係啦，咁咪走過嚟做咩嘅？你諗下啦，11月中嚇，同、習大開完會過得2个月，年尾啦，係咪？跟住1月又要過嚟，咁你覺得形勢點樣嚟？應該系佢嚟求我哋，仲要越求越密咯。咁形勢係大好定非常嚴峻啊？你覺嗱，得？咁佢咁等錢使嘅，對佢嚟講就梗係咧，表面風光，裡面心慌啦。系啦，咁啊，如果傾唔掂，咁啊，我哋嘅吓，我哋就可以命中啦。咁今所次以應該咧，冇咁快，今次應該冇咁快即刻幫佢啦。點睇冇都，錯，同埋時要佢間喺死我哋死嗰下度。先。兼且咧，就係咧有機會係佢跪低先，所以咧我哋習主席啊先至會講話咧，可以咧營造到一個咧係俾呢個嘅資本市場咧一個合理寬鬆嘅環境出嚟，咁啊絕對咧係有佢嘅 ground 喺度嘅。系啦，咁我谂咧，要我哋帮佢，我要见到佢宽松，我先会帮佢咯，啱唔啱逻辑啊？呢关系冇错冇错，咁啊所以系啦，咧咁就今我哋次应先该跪都低拉啦，到噶啦，呢一刻。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啊，我哋啊中央啦，嗰个嘅要自食其力啦，
你要搞下系啦，啲要做啊，庄庄啊，稼系制呢个啦。最新嘅睇法系要做庄先得啦。你唔单止自己买，仲要做庄，做庄即系庄家制吓。冇错冇错，咁啊几样嘢都加埋啦。嗱，今年咧啊，今日我哋出街嘅时候咧就年初二啊，大家咧都可能咧就已经系围住张台咧就闩埋所罗门群岛，闩埋门聚岛，咁 啊大系家啦，都明白庄家制系咩意思噶啦。系啦，系啦。系啊，咪庄家制嘅秘密都讲埋啊，同埋嚟紧咧有机会讲数，而讲唔掂数嘅糯米亦都存在啊，所以大家真系要黐住港理台，正所谓有港理台，冇有穷。穷人啊。好啦，今年啊，今日出街咧就初二啊，祝啊大家今年啊就龙咁威，生龙活虎。系啊，赚多啲嘢最紧要系。耶，好啦，今日讲到咁上下，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拜。